家收睇《唐伯虎点蚊香》。今日一炷香嘅时间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种啦。第一种食咗太多种嘅，我哋叫做水种。第二种肯去打卫星嘅咧，我哋就叫做幼种。第三种做兵嘅咧，我哋就叫做送种 key。无论系咩种，总之大家要食得开心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，大家喜快喜快。